哎呀，妹妹。好像舞龙舞狮。里面谁在跟你玩？里面是什么？啊，篮子里面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谁呀、啊？哦，托比哥哥。托比。哦，还有一站跟阿和叔叔在打球。啊，今天是轩轩的生日 party。轩轩里面的篮子有什么？是昨天去 Easter Hunter 那个地方里面捡回来的。这真是可怕的玩具。啊，这个是妈妈。长得真。啊，妈妈已经有第二个妹妹了。嘿。啊，好乖。不见了。